那我跟爸爸吃饭去了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按那个领导，好。今天的菜比昨天还多。要不要再点个鱼啊？要不要毛血旺吗？还要不要点一个？那个酸辣鸡咋了？好的。可以。你好，这里吃还是吗？在这里吃。两个人是吗？嗯。37块钱。15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白。现在跟老爸来吃个午饭，然后老妈的话刚刚喂了一点粥。我准备今天下午啊就开车回去了，因为家里面小七的话也预产期已经快到了啊，家里面也需要照顾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饭。官方行动啊，四个菜都吃光了，我吃了4碗饭，老爸吃了3碗饭。老婆要吃水果吗？宝宝粥呢？那我休息一下，我去围棋了。嗯。我今天他送我一个学生了。好的，好的。